拜托，开枪！我们又输了。马上叫我的助理过来。总统先生，你的支持率下降了，你的对手就要打败你了。什么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的职业生涯处于危险之中。别担心，先生，我们会想出办法的。这里是最流行的在线账户。狗狗第一，保罗第二。如果你想提高你的支持率，你必须选择一个。我应该选择哪一个？不要抛硬币。孩子赢了，我得收养他。把保罗给我带过来。哇哦，我在总统家。机长，哥们儿，别碰我。保罗，这是你的新爸爸。但是我不想。等一下，艾丽，把箱子拿过来。哦，如果你让我收养你，你就会得到100万美元。我也想要一个汉堡。当然，100万美元和一个汉堡，成交。哟，我们拥抱吧，爸爸。Yes， 不是总统的儿子。看着他，山姆。嗨，你们喜欢我的新直升机吗？我要飞去大学。嘿，朋友们，谁考了好成绩，想要奖励？接住！哇哦，谢谢保罗。总统的儿子好大方，他从天上扔钱，他是最好的。嘿，哥们儿，最近怎么样？哇哦，教我你是怎么做的，快点儿。好的，爸爸。总统会议到此结束，谢谢你。哟哟哟，再见，亲爱的。这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们的总统在今天的国际会议上首次使用了他新的官方致意。保罗先生，这是你的沐浴用品。哇哦，一个真正的海滩。啊啊，你上当了。那我去哪儿洗澡？这是真正的浴室。你可以在这里洗个薯片浴，好好享受，保罗先生。我的人生太精彩了。山米，机长。爸爸，你猜怎么着？我的朋友们有麻烦了，你能帮我吗？有那么严重吗？山米尔，我们走吧。这我的朋友。嘿，哥们儿。What？ 爸爸，帮帮他，求求你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山米尔，正式赦免他。Yes！ 爸爸，你是最棒的。现在这是我的房子，你应该看看我的房间。他们要这样做多久？祝你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。保罗，这是你的房间。哇！谢谢爸爸。所有的滑梯都是我的，我自己的海盗船。我的直升机可以停在哪里？你输了，山姆。呜呜！喂，我的房间。
爸爸，你为什么像这个样子？冷静，我们跳个 TikTok 舞吧。跳什么？跳舞，更有激情点儿。明白了吗？山米尔，把我有额外加密功能的绝密手机拿过来。准备好了吗？拍摄。哦，爸爸，这个过时了。想看泰坦尼克吗？这个很棒。No. 这个破电影吗？没门儿。我想见蜘蛛侠。好的，你会得到蜘蛛侠。哇哦。处理一下电影院，山姆。我不想看这个。很棒的电影，爸爸，蜘蛛侠拯救了泰坦尼克号。这是不可以接受的，总统和他的新儿子让整个国家丢脸。请享用您的大餐，总统先生。山米，爸爸，看，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技巧，三、二、一。哦哦，厨师，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去。哦，哇哦，多么棒的技巧！正常的食物在哪里？我要麦当劳，给你。哇哦！很棒的服务，什么无限薯条？好的，再见。嘿，爸爸，看，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。这什么？这个吗？这是我需要的东西。不在你的 T 恤上。哦，这个是我的脸。这就是我需要的，把我的脸印在 T 恤上。爸爸，我的脸可以出现在 T 恤上，但是你是总统，要有更高的目标。我明白了，你好，秘书。不错，你的脸在国旗上看起来很棒。特大新闻，我们的总统换了国旗。下一步是什么？把他的脸印在自由女神像上吗？山米尔，看。每个人都在谈论我。哇哦，看，爸爸，他们也在这里讨论我们。山姆，所有的新闻都是关于我的。奏效了，我又很出名了。谢谢你，我的儿子。Yes。弗雷迪总统落选了，现在我们有了一位新总统。耶！我现在在办公室。你，嘿，新总统。呜呼！我的儿子。我们做到了，我们赢了。你陷害了弗雷迪，做得很好。多亏了你，我们的家族更强大了。你喜欢我们的新故事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写下评论，告诉我们你是否希望你的爸爸当总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并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乌库上任何搞笑的新视频哦。